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，搁一遍会当来到咱中间，甲咱分享上帝话语。咱知影教会内面兄弟姊妹拢有无同的事业，有的人伫教书做老师，有的人伊是可能伫咧做研究的工作，有的人甲伊做生意。或者是被雇佣在别个人的公司内面做代志，我那有人可能在公家机关内面做咧做代志。当然，较少年的话，还佫伫咧读册。因为咱知影各人工作的情形无同，所以伫遐爱用偌济时间嘛是无同，投入的情况嘛是会无同。今仔日，予咱一同来思想一件搁较大的事业。这个事业的主持人就是耶稣。这个事业是每一位顶头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会当投入其中的，也是应该爱投入其中。同时，咱也会使安尼讲，必须要投入其中。凡若是你已经蒙恩得到，你就应该爱投入这个事业内面，因为上帝看重咱，上帝恩待咱，所以呢，伊要叫咱投入在这个事业内面，因为这个事业是关乎的上帝国的事业。咱大哥啊所读的这个马太福音28:18-20这段圣经里面，对这段圣经，咱一同来思想，这个事业更大的事业是什么？我用三个非常重要的词来跟咱兄弟姊妹一同来分享。第一个就是第18节，他说所为，这所为英文就是 all， 就是得到官兵，所有的官兵。耶稣在18节对伊的门徒讲啥？天顶地下所有官兵拢属乎我了。这个官兵是啥物？这个官兵就是主耶稣对死里割我以后所有的迄个官兵。这个官兵就亲像以弗所书21:21-22所讲的。是远远超过一切的，不管是执政的、掌管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，甲一切有名的，这个官兵不但是今世，连来世拢超过，并且对万有拢伏伫伊的脚下，和耶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啊，万有之首。咱知影，咱的主是永远活着的主，伊是有大权柄的主。伊不止家己对死里搁我得着这个权柄，伊连并且呢，伊嘛对这个权柄赐予教会。教会要安怎使用伊的权柄？教会就是借着基督来使用耶稣所赐予咱的权柄。伫马太福音18:18才讲啥？迄是对门徒佮对教会所讲的。伊讲伫地上捆绑的，伫天顶也要捆绑；伫地上套绑的，伫天顶也要套绑。咱会当教会咱个人会当借着基督做捆绑的工作，做套绑的工作。我伫你迄阵伫台湾的时阵。在美国较少有着吼，在台湾常常阮有到各位去，看到真侪人被魔鬼所捆绑、撒旦所捆绑的。啊，这个敢是爱有啥物温处，才能赶鬼？不是，赶鬼不是温处，赶鬼是每一个人的权柄，是咱基督徒无论得救，咱就有这个权柄，咱就会当用基督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名来套绑伊。让他在撒旦的捆绑里面可以得到套绑，我们可以为他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
好伊会当不止会当得着套房，对追退的套房，对撒旦的关系得着套房。咱话当洪亚所名，捆绑撒旦的众民。好，咱伫伊伫教会伫咱中间无有任何的官兵，所以这是咱教会所得到上大的官兵，就是基督。并且咱知影伫末日的时阵，主耶稣要来审判这个世界，所以这个审判的官兵嘛是咱耶稣的。所以这个所有的官兵是包括一切的官兵，就是讲无一项官兵唔是伊的。无一项官兵是伊所无的，伊所得到是所有的官兵。咱是伊的子女，咱也会使讲，那是伊的仆人啊。所以，伊予咱这个能力的保证。伫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，他讲啥？上帝是信实的，另外是被伊所调。通甲咱甲伊个囝，咱个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啊！这一同得分，一同得分哦。原名叫可以努力啊！伊意思讲，甲耶稣做伙来，含伊做一个事业啦，含伊是合伙的人啦，含伊是足好个朋友啊。所以咱看到上帝是信实对，已经交。好叫咱甲伊个囝耶稣基督一同伫这个事业顶端来合作啦，来合股啦。伊得到了所有官兵，伊嘛赐了官兵予咱，赐了能力予咱。咱中间大部分拢是对台湾来的，我嘛是对台湾来吼。啊，伫台湾时细汉的时候，伫读小学的时阵，咱会知影迄阵啊。班长的官兵真大哦，每一摆老师若要开会啊，老师要代志出哦，伊拢叫班长起来，来你徛伫刚才遮，啊叫咱的同学大家怎，伫遐都爱啥物做写作业啦、写功课啦。那倒一个无乖乌白走吼，会使讲叫伊点点你遐坐好，袂使安尼，袂使乌白走。伊若阁无听对迄名记伫遐乌班顶吼，啊老师若转来，迄个就被处罚啦。班长为什么有这个官兵？伊含伊的同学拢是同学啊，对不？但是因为老师已经赐予伊官兵，所以咱现在才知影，咱的主得到官兵，伊嘛这个官兵赐予咱。既然赐了这个官兵，所以第十九节说，所以therefore，等于讲有官兵予咱，伊就有使命交托了。主耶稣。得到能力，得到官兵以后，伊追得到官兵嘛，予咱。但是予咱以后，伊就将使命交托予咱。咱知影耶稣对死里个话已经得胜了，伊已经掌管了，伊嘛已经赐予咱圣灵的力气力，甲官兵，所以就将一个最大的事业、事工交托予咱。叫咱会当加入这个事业内面。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十九节、二十节这两节内面有四个动词啊，就是去，或做门门徒、施舍、教训。其中主要的动词就是或做门徒、使做门徒，其他三个是分词啊。去是一种主动的进攻，会使讲是亚正，是报道的工作。有人可能认为讲，这是敢是敢去远远的所在去传福音嘛？是啊，做一个宣教师，敢是安尼？当然，咱若是有清楚上帝呼召，咱当然都爱顺服。去到远远的所在去传道、传福音，这位的去意思是啥？主动的甲别人有接触，甲别人有接触，你才有机会会当分享福音给别人嘛。你若来无这个接触点，你根本就无机会来讲。所以这个去，咱爱主动去找这个接触的所在，
甲别人有接触，咱才有机会去传福音给别人。我记得我早期咧做伫台湾做咧做代志的时阵，我去参加一个组织，叫做基然福音。基然福音就是对台中一百，阮遐个就去遐各个乡村内面去看，倒一个乡村无一间教会。咱知影台湾的庙太济哦，逐位嘛有，但是有的乡村连一间教会都无。关于做调查以后，阮就开始看迄个可行性安怎，阮就差派迄个团队人去到遐建立教会，阮对伊有支持，开始互建立教会。有一遍阮遐迄个，阮的即个基层方面在同工做伙的时阵，阮就请一个泰国北平转来一个宣教师。伊属于南京东路礼拜堂的一个兄弟，伊本来伫台北新市做迄个印刷的哈，印刷术的，可赚袂真侪钱，所以迄阵啊拄啊去到台北，伊啊看到遐台北遐有难民营吼，即个难民营就是联合国出钱伫遐甲因起厝，伫遐甲因支持啦，生活足令啊艰苦，但是伊到遐以后，伊个搁较内面去看，遐有看号叫难民村呐、啊。难民村是无联合国支持的，但、就是迄阵啊，韩共产党征战以后失败，退遐国军退来到泰国北边，因就一个有部队，因有家己的武器，因就一个建立有家己的村。按人遐啥物事业，种鸦片啊，鸦片。哦，迄个金三角遐，遐人搁较艰苦，搁较无人支持，所以就心里足人家会大个感想。我若趁遮个钱，我一当迄时差不多30年前吼，我一当对趁个钱内面摕100万来支持，伊讲嘛是无偌济。伊讲伊上重要，毋是遮个物质个问题，伊上重要是因毋捌耶稣基督，因无盼望啊。所以就一个心讲，我愿意去到遐来传福音给因。但是你知影，要去无遐简单呢。因遐无咧个接纳呢，为甚物？因会惊讲，啊，你到底是对倒来啦？你敢是啥物失败吼来？啊，来了解阮只村，了解以后呢，就对阮也着并吞伊啊，把我们并吞掉。哦，所以因会惊呢，所以无接纳，到尾免咱接触。伊就想讲，嘿，遐真侪囡仔，无老师去教，所以就叫伊太太讲，你遐甲伊接触者。甲讲我是一个老师，我愿意教你的囡仔来读册。啊，伊安尼讲，遐村长讲好啊，阮遮拄啊无这老师啊，互你来啊。啊，伊就入去教，和你接触，就开始伫遐教册。啊，南京东路礼拜堂，就因遐的兄弟姊妹，就开始编用圣经来编教材，互伊去内面教遐囡仔。伊教了一段时间，哇！因遐囡仔拢捌字啊，慢慢啊，反正做爸母当然欢喜啊。所以就慢慢啊，接纳因的迄个信息，往下底入面。因到内面先开始就伫遐有接触，开始就伫遐对上帝话语跟分享。慢慢啊，伊转来报告的时候，阮咧咧分享是讲，即马阮迄个村叫做永泰村哦，伊迄个内面，伊讲差不多50%已经加到基督徒。伊讲福音的能力真正奇妙，当伊入去即加做基督徒以后，画面完全无同。伊讲迄阵啊，有人去传统以后，礼拜日就爱聚会啊，有一个足热心的呢。礼拜交大家较紧去聚会，好啊，大家去聚会呢，好你走啊，伊就去恁家偷摕物件啦。啊，是啊，因遐无物件偷摕，可能看有鸡卵无啦。或者是过年以后吼，抬只猪啊，用个猪做腊肉吼，挂伫遐烧个头体个，个来遐无啥物件。以后这个人伊信主，伊得救，伊伫众兄弟姊妹头前认罪悔改。伊讲我迄阵啊，叫恁赶紧去聚会，就是要偷摕恁兜个物件，规个改变。迄个村长伫遐甲因讲，咱会当。
种鸦片，但是袂使食，因为咱若食鸦片，咱就出问题。所以，若是什么人食鸦片，被抓到都要赶出这个村，赶出这個村就是无命啊，无位通去啊。可能是干那个无经历死亡一条安尼。但是呢，大家嘛照食，啊，够奇怪，啊，开大家，嘿，啊，村长家己咧食，嘿，伫边啊嘛闻到迄个味。家己食，所以要叫别人来食名的啦。但是以后这个村长信主以后，伊就真正对鸦片甲戒掉。从阵开始，村内真正拢大家唔敢食鸦片，规个改变。啊，佮有真济改变伫啊！伊讲到，迄阵来讲，因一个一个风俗习惯吼，娶某的时阵，迄、那个下人安怎？做丈夫的都要对太太甲打一顿啦！啊，伊讲为甚物？伊讲叫阿罗地啦。吼，伊讲若无吼，很麻烦啦。吼，伊讲有一个风俗，吼，就是做丈夫的当对太太甲拍打一顿以后，伊就讲后边伊就会顺，伊就会顺摊，伊袂反叛啦。吼，我做阿罗地，到尾这丈夫正做基督徒以后，对因太太底下个。为心内底下在请伊下面，伊才讲这是唔对的，因为圣经教是咱爱听伊的某，做丈夫爱听伊某，所以规个有改变出来。但是上重要就是因开始爱有这个接触点，去就是主动的去进攻啦，都爱先有这个接触点，咱会当接触人以后有机会甲伊分享。上帝福音，第二个这个厨工告啥？迄个董厨工施洗，罗马书第六章甲咱讲，洗礼是表明甲主同死同埋葬同割割，所以当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伊就是借着洗礼底下来见证，伊要窥探主的心意，要表明伊是属主的。伊是上帝子儿，伊已经了有主的活命的人，伊要加入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，要伫教会内面有服侍。洗礼就是一个见证，表明已经信主了。伊即马要成做一个上帝子儿，顺太上帝命令。我常常伫足济教会咧讲道，因拢常常讲啊，可惜倒一个兄弟做一个什么吼，伊还袂洗礼啦。但是咱的观念要稍微改变吼，洗礼不是得救的必要的条件，洗礼是你信主以后你的见证，非常重要。所以一个人有得救无得救，不是伊有洗礼无洗礼哦，是伊真正有悔改，接纳耶稣基督救恩，接纳圣灵在伊内面，叫做。以个人的救助和活命主，这才真正顶头洗才是重要。一个人得救时，伊敢是真正信主？伊若信主是得救，得救了啊，就爱洗礼，因为洗礼是非常重要一个见证。好、哦，所以才可能讲，当咱接触别人，可因着福音好处得着以后，爱洗礼做见证。下卡第三个分处叫做教训。就是教导训练呐，教导伊，并且训练伊，训练安怎，互人明白上帝心意啊。亲像耶稣在世的时阵，伊的工作就是安尼。马太福音第九章内面，遐讲耶稣行遍了各城各乡，伫会堂内面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佮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耶稣底下教死，咱看的伊的温度嘛是安尼，伊学生嘛是安尼，保罗嘛是安尼。伫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九、二十七，保罗底下教伊会所的长老讲啥？讲恁嘛知影，凡甲恁有益处的，我无一项是无讲的。或者伫众人面前。或者是伫个人的家庭内面，我拢教导恁。咱看到主耶稣的教导，伊的温度教导，保罗的教导等等，
拢是教导因爱彼此三下讲功课，教导因安怎认捌上帝的律法，教导因安怎上帝吩咐爱安怎来遵守、遵守来遵行。这嘛是拢，予人吃做温度的一个，一个功课啊。当然，咱知影，咱家己爱先吃做温度，咱较有可能予别人吃做温度嘛。所以第四个主要动词，予做温度，始作门徒。温度是啥物？温度就是先嘛，做耶稣基督温度，就是学咱来学耶稣啊，学基督啊。基督是弥赛亚，在旧约内面，伊翻译做啥？受膏者。咱知影以色列人来中间担任君王，这是先知的。伊就任的时阵，拢着爱受膏啊，就是用油膏抹伊做王，做这是做先知。当时受膏做王的，伊代必做伊的代表；受膏做先知的，伊以利亚做伊的代表；受膏做这是的，伊阿伦做伊的代表。耶稣基督。伊是弥赛亚，伊是受膏者，独独咱的基督耶稣，伊是当时拥有先知、祭司、君王三种的职分。咱看耶稣基督，伊的先知的这职分是安怎？伊是对上帝所差来的，伊是讲上帝话语，将上帝透过伊来讲上帝话出来。予人去认捌这位上帝，伊这是伊不只是咱甲上帝中间的中保，加做这是伊列，并且呢，伊阁甲家己加做这面安尼献上。耶稣基督君王的角色是安怎？伊这个积分是，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所以咱看到，咱是伊的门徒啊。所以咱爱个学伊效法伊，伫这三方面咱都学，先像咱的耶稣基督。先知，即卖先知唔是即份啦，即卖先知是一个温素啊。哥林多前书内面就讲过，温素内面的做先知讲道，就是传讲上帝话语这个温素。现在可以说没有先知这个职分，所以如果有人说什么人是先知，我们要注意，这可能有问题。现在是有他的恩赐，不是有这个职分。这个恩赐是怎么说？有我真理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学习，我们了解，但是有的人没了解，没明白，这时候我们就要对他怎么说清楚，该说清楚，讲出来，让别人也知影这个真理。所以，咱伫教会内面，咱爱训练咱兄弟姊妹，会当站起来为主、为上帝来讲话。同时，当然咱嘛都要学习明白上帝的话语，咱较可能搁较清楚来甲别人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咱安尼教导咱每一日，咱来读圣经，学习上帝话语。咱各团结聚会内面，查经的内面，祈祷会内面，主日学内面，开不同的啥物真理探讨啊，各种班吼的内面，咱拢一旦来先学上帝话语。咱清楚以后，咱就怎了别人分享上帝道理给别人。这都是帮助咱搁较明白咱的上帝话语、上帝真理。咱可能伫外口入来时，无闲看到吼。阮伫外口摆着真侪，阮的 DVD， 阮士美拿培训资料中心吼，我就是咧负责这个暑假。我内面有迄个 fly 吼，就阮的 newsletter， 会当大家当睇。阮遐所做的
可能有的人感觉较小较深一撮，因为阮的教材上重要是等于延伸神学哈。但是咱会当一遍搁一遍安尼学习，一遍搁一遍安尼看。即马阮已经出到第二十套啊哈，会使讲对新旧约拢有一个涵盖。当然，阮要搁爱再出别行出来。所以咱啊真正讲要学上帝话语，会当用阮的教材家己伫遐学习。那是一个小组，还是一个查经班做伙来学习，会更较好。我知影讲，咱中间以前嘛是捌用过吼，用过关联这个教材。啊，阮即卖已经第二十套，真正是，阮请这老师拢是对这方面专门的吼，每一个无同老师伫遐教。啊，希望咱大家真正愿意，就上帝话语内面有根有基，会当对阮的教材来遮来使用。来装备咱家己，啊！咱个讲到神理以后，讲到祭司，祭司原来是以色列人甲上帝之间这个中间的一个人。伫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二十九节听讲，阿伦进了了圣所的时候，就爱遵迄个决断。决断的一个胸牌吼，决断胸牌吼，遐顶面就刻着以色列的名，十二个名伫遐，爱带伫伊的胸前，伫耶和华面前常常做纪念呐。啊，这是啥意思？这是讲，这是爱常常将以色列人放伫伊心头顶，存伫伊心内常常思念。就是今嘛的为别人祈祷，这就是祈祷。你常常顺你心来，常常思念伊，你就为祈祷。咱听过有这个话讲，用祈祷做祭献给上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为别人祈祷，上帝有应允领到咱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一节、第二节讲啥？第一、二节讲。我劝恁第一，爱为万人恳求、祈祷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甲一切伫为顶个也应该安尼，予咱会当敬神、端正、平安无事的道理。所以，当咱为别人祈祷的时阵，咱看到，咱会当。敬神就讲，会当伫上帝面前尽咱一切的本分。端正就是诚实，并且咱日常生活内面会当平安无代志。真正一个敬神的人，就是甲上帝关系足个咱密切，会使讲甲上帝是联合的。这是从耶稣基督伊的模样伫咱内面会当画出来。会当伫咱内面画出耶稣基督的模样出来，咱看到咱的耶稣基督为咱世人的罪来到世间顶冠，为咱的罪被钉死伫十字架顶冠，替咱来赎罪，予咱会当甲上帝和好。死后埋葬三日后，佫较佫活。现在伊坐伫天父的正手边，为咱遐咧祈求。所以咱嘛着爱带人甲上帝来和好，这是耶稣基督对咱的应允。常常为别人来代求，咱会加倍经历着讲上帝恩典和上帝能力。但是爱一件足重要的。咱的祈祷呐，希望讲无有任何哪吒会当到上帝面前，一定爱对付咱的罪。咱若有罪，会变作哪吒，咱的祈祷袂当达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常常爱认罪，圣灵光照咱，看咱内面有啥物无讨上帝欢喜的，得罪人的，得罪上帝所在。爱认罪悔改，
做起了以后，咱的祈祷一旦直接达到上帝面前，无有任何哪吒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圣洁是表示一点的罪都无无。所以咱爱祈祷，咱的祈祷爱无哪吒，就一定爱对付咱的罪。下较讲到君王，《生命记》第十七章十八六十九节，遐讲到君王伊若登上了国位以后咧，伊都爱将这些利未人面前的律法书啊，为家己抄一本，准伫遐，当伫底下咧读，好也当敬畏耶和华的神，会当遵守。谨守遵行这个律法书，顶管所写这言语甲这律例，这里提到讲，一个君王足要紧的，就是爱读上帝的话语啊，知影上帝的律例，因为咱知影上帝将来要叫咱甲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啊，管理宇宙万物。咱人就讲，这个是头脑在想。圣经安尼启示，一定会成就的。有一日，耶稣基督再来时阵，咱这的基督徒要被提伫天顶，甲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来掌管宇宙万物。咱即马若无先装备好好吼，你要安怎担任这个重大的任务呢？咱圣经若无了解吼，你要安怎体会上帝的心意？要怎来配合伊的王权呢？所以咱圣经一定好好读，来了解上帝的心意，后边会当配合伊的王权，甲伊一同做王来管理。耶稣给咱一个大使命，就是要叫人服万民做伊的门徒，这是服万民做先做小先知。小祭司、小君王，会当传讲上帝话语，为别人祈祷，为别人代别人代求，装备家己、训练家己来配合伊的王权。所以第三、第二十章遐讲，我就受累。哦，我就安怎？这是当在的一个问，应问。耶稣。不只是讲叫咱家做门徒啊，伊搁较希望咱予别人家做门徒，使命加上加大，加上加尔个艰难，但是咱免惊，咱有充足个力量啊。因为伊家明明白白甲咱讲，咱若听伊个命令来行吼，伊应允予咱怎，上甲咱同在啊，上要甲咱同在。这个同在是安怎型的同在？是四篇九十一篇跟咱讲的，就是伊伫头前行，咱伫伊一个阴暗的这个保护的同在啊。受得我著讲给咱，有耶稣基督同在的保护。这嘛是伫《生命记》内面所讲的，伊无放散咱这个同在，拢跟咱做伙的这个同在。伫生命记还佮讲到，无一个人会当伫咱的面前徛立得住的这个同在，并且伫众人的面眼前被尊大这个同在啊，也是伫使徒行传佮咱讲的，是无有人会当用下手害咱的同在啊。啊，佮有真侪咱在找的圣经内面讲到，耶稣佮咱的这个应允这个同在，是何等的可贵的这个同在。这是何等的稳定，这也是咱所愿望会当得到所需要的这个同在啊！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，耶稣讲啥？恁若听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主的命令，就是爱咱去，予万民做伊的门徒。主的命令，就是爱咱去传福音，带人来归主。然后呢，来教导是因训练因，互因加做主的门徒。咱中间有人加济来到美国足久啊吼，我是无久啦，我还未十几冬吼。
我迄阵啊，伫台湾的时阵，迄阵啊，基督徒的比如真低啊，可能是差不多无到三。即卖虽然改善有寡增加，嘛是无济。并且我真正看，我逐天拢会倒去台湾，而且有分享，也有抓聚会。我看到民间的宗教吼，百姓拜拜迄个佛祖，哪来哪兴啊？政治和民间宗教结合做伙。那是咱真正是尊敬上帝的话语，祈福万民做主的温度。基督徒的比如啊，做主温度应该是增加真正较对，但是加上无，真正可惜。即马伫北美，咱嘛有真侪机会接触到对亚洲来的人，所以。真正唔望咱兄弟姊妹会当看重咱台湾所读这段圣经来去教示咱的，咱先学习正做温度，才能引出别人，互因得到救恩以后，我来训练因正做主的温度。求圣灵感动咱，上帝听激励咱，互咱唔是干那讲礼拜日来到这坐伫椅顶去做礼拜的基督徒。咱是真正会当有行动的，做一个行出真理的基督徒来，家己愿意受装备，家己愿意被训练成做温度，也愿意予主来使用咱，予别人成做主的温度啊！我看到伫二十几年前，1989年天安门的事件64啊。这个事件里面，中国大陆的学生为了争取自由、争取民主，因投身一个运动的里面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无顾家己的活命。何况咱是投身一个更加大、更加水的永远的事业顶端，这是上帝国的事业。并且咱知影，这是一定会胜利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还佫有甚物伫遐丢住呢？咱做会记得。今日别忘感谢耳朵你。今日在你家的马太福音28章，这几节的圣经对阮每一个人讲话，做阮也是已经信你，加做。有你活命人，求你真正是装备阮，予阮会当成做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学主耶稣的模样，做一个小先知、小祭司、小君王，并且愿意听你的话、听你的命令，接受你予阮的使命，予阮来去接触到暗无认捌你的人。对福音会当讲清楚，互因了解圣经的真理，互因会当知影罪需要对付，会当悔改认罪，成做顶头生的基督徒，并且带伊来教会，互伊伫遮会当用伊的洗礼来做见证，而且装备家己，我来会当成做门徒，巴不得阮每一个兄弟就会有这个心愿，阮是愿意互主来使用。予别人加做门徒，予阮会当投身一个更加大的事业内面，这是每一位望阮得着真基督徒应该必须爱投入的。继续对阮讲话，予阮有行动为止。予教会伫遮加做顶台，予遮加济毋捌你的人会当认捌你，认捌你的人会当加做门徒，加做门徒的人会当带。带领别人，训练别人，互因嘛来吃这温度，互上帝国度会当扩大，互上帝伫遮得到伊所应该得到荣耀。安尼祈祷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